安娜湖再登佳士得，台湾珠宝闪爆。旅美珠宝设计师安娜湖受国际拍卖会佳士得之邀，参加巴黎年度瑰丽珠宝私人拍卖。安娜湖与佳士得颇有渊源。2013年的日内瓦拍卖会时，一直缅甸蓝宝打造的海之颂胸针，成交拍价高于估价两倍，创下缅甸蓝宝的最高纪录。本次安娜展出的30件作品中，曾参与佳士得杜拜30周年展的蝶月系列也在拍卖行列。而费时3年打造的爱的礼赞皇冠，立体花型可拆成两个法式，为展出前已获香港金融女王收藏。拍卖会的邀请函也以此为主视觉。此外，还有黄钻金镶蓝戒指，其标价约1亿4288万元，61.15克拉的爱的礼赞套链、莫内睡莲以及爵士琴键系列都等着贵客们掏荷包买单。时尚动新闻，台湾之光好棒棒哦，报道。